新浪娱乐讯9月7日，今日沉香重华会员收官，杨紫发文告别，严淡的故事告一段落了，但沉香的故事并没有完结，三界四海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能偶遇白漂亮哦。小花妖持续出没中。新浪娱乐讯9月7日，今日沉香重华会员收官，杨紫发文告别，严淡的故事告一段落了，但沉香的故事并没有完结，三界四海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能偶遇白漂亮哦。小花妖持续出没中。新浪娱乐讯9月7日，今日沉香重华会员收官，杨紫发文告别，严淡的故事告一段落了，但沉香的故事并没有完结，三界四海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能偶遇白漂亮哦。小花妖持续出没中。新浪娱乐讯9月7日，今日沉香重华会员收官，杨紫发文告别，严淡的故事告一段落了，但沉香的故事并没有完结，三界四海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能偶遇白漂亮哦。小花妖持续出没中。新浪娱乐讯9月7日，今日沉香重华会员收官，杨紫发文告别，严淡的故事告一段落了，但沉香的故事并没有完结，三界四海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能偶遇白漂亮哦。小花妖持续出没中。新浪娱乐讯9月7日，今日沉香重华会员收官，杨紫发文告别，严淡的故事告一段落了，但沉香的故事并没有完结，三界四海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能偶遇白漂亮哦。小花妖持续出没中。新浪娱乐讯9月7日，今日沉香重华会员收官，杨紫发文告别，严淡的故事告一段落了，但沉香的故事并没有完结。新浪娱乐讯9月7日，今日沉香重华会员收官，杨紫发文告别，严淡的故事告一段落了，但沉香的故事并没有完结，三界四海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能偶遇白漂亮哦。小花妖持续出没中。